斤，五斤，整整五斤。爸爸爱吃的铁棍山药芝麻桃酥，现在厂家直销，错过再买就吃不起了。今天拍家庭装三斤，直接给您发五斤，而且每块都给您独立包装。铁棍山药的营养不必多说，这山药做成的桃酥，酥脆可口，好吃，营养还易吸收。30岁以上的人啊，建议一定要少吃糖。这个山药桃酥是老师傅手工制作，十斤铁棍山药磨粉搭配黑芝麻、核桃，才能制作出一斤的山药核桃酥，而且不添加蔗糖，非常符合中老年人的需求。早餐用来泡牛奶也很不错。如果你也爱吃，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购买。就这么一大箱，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用忌口。这个就是不加蔗糖、白砂糖的猴菇山药坚果酥，精选猴头菇、温县铁棍山药，再搭配南瓜子、核桃仁、黑米、黑芝麻等坚果粗粮精制而成，富含多种营养，满满的膳食纤维，吃在嘴里酥脆香甜，不油不腻，满口的谷物食材香，真正的好吃又营养，当做代餐零食特别好，饿的时候来上一块，低卡又饱腹。五斤，五斤，整整五斤。爸爸爱吃的铁棍山药芝麻桃酥，现在厂家直销，错过再买就吃不起了。今天拍家庭装三斤，直接给您发五斤，而且每块都给您独立包装。铁棍山药的营养不必多说，这山药做成的桃酥，酥脆可口。这个山药桃酥是老师傅手工制作，十斤铁棍山药磨粉搭配黑芝麻、核桃，才能制作出一斤的山药核桃酥。早餐用来泡牛奶也很不错。